蟠桃大将熬制的姜汁水好了，常吃三片姜胜过人参汤，这次肯定能够唤醒霜降精灵。可霜降不喝呀，怎么办？略微有点苦。啊，我懂了，红糖姜汁水，好喝又暖胃。给我也来点。我也要。丽春姐姐，好想你。妹妹，你终于醒了。霜降妹妹，你可得控制住自己。就是，一睡觉就梦游，太可怕了。啊，是吗？之前我给大家添麻烦了，对不起。没事的。走，我们去抓年兽。我也去。我带点姜水，以防万一。这秋桃园还挺远。这讨厌的红色。这些人太碍事了，看我赶走他们。别，老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和地圣。你俩能搞定吗？保证搞到吃的。哎呀，这可恶的田鼠。不错，地兽有长进，等你好消息。老大，你就放心吧。还没到吗？快了，前面就是秋桃园。走吧。因祸得福呀，地被大田鼠翻耕了。胜利不少。也太少了，我还想吃。前面就是秋桃园了，到了那儿有更好吃的秋桃。那还等啥？就怕精灵们也去那儿，我们现在的能量还不是很足。哼，怕啥？我有准备。老大，老大英明。秋桃吃完了，我再去买一点。赶紧去抓年兽吧，现在还不清楚年兽在哪儿啊。找到了，交给我。吃秋桃喽。真甜，太好吃了。我想我知道年兽会去哪里了。秋桃园。跟我来。哇哦。这肯定是人类电视上说的那啥池来着，那叫瑶池仙境。哟呵，连哮天犬都来了。来，追我！追我呀！想吃吗？狗狗，我在这里，来追我呀！差不多了，撤了。啊，好吃，好好吃。
年兽的气息。在哪儿？年兽，你们果然在这儿，还偷了秋桃，真是到哪儿都能见到你们。砍招！救命啊！年兽，你的对手是我们。日月银色，节气加油！嗨！我来帮你。灵掌强化！漫天秋叶！啊，我的桃子！放下，这是别人家的秋桃。快闪开！是你们逼我的。好，年兽又吃了大姜，我们也得增强能量，加油！快点，魔法快点！寒露不算冷，霜降变了天。年兽，让我给你降降温吧。圣脚，强化！好累哦，这是秋乏吗？不好了，梦游都升降。嘿嘿，升降啦，升降喽，升降摘柿子，立冬打燃枣。圣脚强化。年兽，我给你加点冰。冬藏。我讨厌霜降，讨厌立冬。发生了什么？年兽呢？年兽被梦游的你吓跑了。春山。霜降过后就是立冬，冬天我的魔法威力会增强，我们一定会抓住年兽的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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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嘿嘿，嘿嘿。老大，我们下次去哪儿搞吃的？去，嗨。管他呢，这次先吃饱，下个节气到了再说。给我们留点儿。采菊亭，宋·朱祁。霜降草花落，林柯一分披。耿耿园中菊，黄黄发幽姿。在中国的一些地方，霜降时节会举办菊花会，表达对菊花的喜爱。人们将采集好的菊花放置菊花塔中，菊花塔前放上好酒好菜，亲朋好友汇聚一堂，饮酒赏菊，赋诗泼墨。有些地方则要吃红柿子，柿子能润肺、化痰、止咳，是很好的霜降食品。霜降时节，大家在外出登山欣赏美景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保暖，特别是老年人，天冷时要保护膝关节，必要时带上护膝。霜后暖，雪后寒，我是霜降精灵，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哦。再见。